啊，谢谢。侨委员会对我们日本关西地区的侨胞、侨界以及侨校的关怀与支持。我们更要感谢的是陈委员长特地在这最繁忙的时候专程从祖国赶来大阪，参加在大阪中华侨春节祭，感谢中华民国政府。侨委员会多年来一直都这么支持我们，照顾我们海外侨胞。我大中华总会成立至今约有几十年的历史，平常与日本政府、政治、经济主流社会人士互动交流，多年来为两国搭起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桥梁，扮演国民外交的角色。我们一定会持续努力，继续支持中华民国政府推动外交与侨务工作，举办更多有意义的活动。大家晚安，大家好。好。那么刚才我非常感激，且感佩这个我们会长特别提到，侨界在这边其实扮演了我们中华民国跟日本政府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事实上，我们常常讲，侨力就是国力的延伸。那么侨界在这个公众外交上所能扮演的这个角色跟达到的效果，是我们无从估计的。我们中华民国到台湾了以后呢，让我们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战跟困难。在这很多很多挑战跟困难里面呢，帮助我们一路走过来是我们的侨界的好朋友。那每当我们国家在遇到危难或遇到很多艰苦的时候，侨界的好朋友提供了我们最大的助力。不管是天然的灾难，或是政治上的灾难，甚至是外交上的一个困难，侨界呢一直站在我们政府后面，作为支持中华民国政府、支持台湾的一个最大的力量。我在这边呢，我要代表中华民国政府，谢谢各位侨界的好朋友，也谢谢各位的好朋友一路以来对台湾的相挺。所以侨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你要把这个我们自己认同，而且我们自己喜欢的文化传承下去。我们侨委员会责无旁贷，要全力的支持我们在侨界这么多好朋友，在这个做传承文化的工作。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对于我们侨界的团结和谐的部分呢，我也是认为说，这是应该我们侨会要全力要支持大家的。算，但是是不是做得很贴心，是不是真的做到到位，这是我们非常重要。我觉得我们必须做到今天的这个侨务的竞争，我们必须做到更贴心的服务，而且更真诚的沟通，让我们双方面的沟通完全与不外。今天呢是新年刚刚开年，我也祝大家马年行大运。我也希望说，在我跟蔡处长的共同合作，以及我们跟在座的洪会长、罗理事长，还有各位侨领、各位先进的共同努力之下呢，我们大阪地区的侨工作会非常的圆满成功。中野高高先生，大阪市民共和国審査委員会の有権大阪先生、同じく、副会長、前田先生、前田義則先生、副会長、前家族先生、議長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木下義信先生、大阪市議会議長、入社吉信先生、台湾と日本との関係は年々強く、まだ深くなってきておりまして、もうすでに日台の交流は400万人に届こうとしている
でございます。いつにそれは経済文化、さまざまな分野で大きな交流の輪が広が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ございまして、だいぶ申し上げておりますけれども、一昨年の東日本大震災のあの大被害の中で、どこの国よりも早く、そして巨額の現金をお届けいただいた台湾の皆様方のご恩を、日本人のすべてはしっかりとお礼に刻んでおりまして、感謝の気持ちを終生忘れないと思います。我们要来诚挚的欢迎我们敬爱的侨委会的委员长，那么陈世奎先生，他风尘仆仆，刚刚陪总统走完这个圣红之旅，那么就不辞辛劳的就赶到这边来，那这种精神呢，就是他无论如何，他一定会信守承诺，他一定会照顾我们的旅居日本地区的侨民啊，这一点呢是大家毋庸置疑的。我想今后我在大阪呢，也是秉承我们侨务委员会之命之指导，来尽力做好刚才委员长所开示的、所指导的，就做好服务的工作，做好这个沟通的工作。希望我们关西地区、我们日本地区的侨团们更加的团结，更加的合作，来支持我们政府。那么五个月来，我真的感受到大家的温暖啊，也希望说今年呢、以后呢，都继续给我们支持啊，让我们办事处呢能够做好居间服务的工作。干杯！干杯！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先ほど議長もおっしゃったように、皆さん今日は落とし玉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